我是郑启莹，李卡是国政候选人。在我家人朋友眼里看来，我是一个重感情，很感性，然后很应景的人。可是我看来，应景其实是我很坚持，因为当我决定我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不管家人反对、朋友的不认同，我都会坚持去做，而且我一定会告诉我自己。我要就不做，要做我就做到最好。在我的竞选宣言里面，我第一个就是讲到要支持女性，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现今的社会，女性还是被受到欺压，所以我很想大家知道的一点就是，如果我们需要有人在州议会上、国会上为女性发言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把女性放在州议会跟国会里面。所以为什么你们应该要多多支持？女性代表，我会成立一个法律咨询中心。OK，我们会有专业的律师团队给妇女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跟协助。还有也是每一年可以跟医院一起来联合举办妇女健康检查活动。我会鼓励年轻人多多参与社会工作也好，政治也好，就是。委身自己啦，去服务这个社区，让垃圾回收中心的设施变得更完善，还有设法去用一些活动啊、讲座啊，来提高人民的环保意识。